看来他是来了，这个要看小霞的心情哦。这个心情，哇靠，完蛋！好，不用玩了。想看双兵激流，双兵的很无聊啊。反正我没有啊，我还少一只啊。你那个极冻鸟的 EX 的嘛，对吧？我还少一只。但是我跟你讲，很无聊。比我现在超梦的卡组还无聊，有人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就是没有什么好的什么想法了，反正就是机动鸟 EX 打开始出手就有了，然后就是填能量给他打，填能量给他打，最多就是撤退换另一只，然后就这样子就结束了。哎，这次的我们就是东女骑手比较好一点点的。哎，我们这个对手丁宝石水星，我们刚刚输的一把是宝石水星跟忍者蛙嘛，对吧？跟甲贺忍者蛙，所以宝石海星不是水星，宝石海星跟哦跟极冻鸟 EX 啊，你可以啊。我看一下他会养谁啊？他会养海星还是会养这个极冻鸟？哦，看来他是来了。不要啊，黑黑的，反面，第一颗就反面了。这个要看小霞的心情哦，这个心情，哇靠，完蛋。好，不用玩了。小霞，你大姨妈来是不是？这个第一回合直接打80，怎么打？这个就是刚刚你们想说想看的，对，这个没了，这个我超梦瞬间就剩70了，这个我靠，我没办法撤退啊！我想一想啊。我现在超梦身上是没有能量的欸，这才正式算我的第一个回合欸。这个我想一下，如果我把它这个换到后面去，它等一下又撤退，还不是一样？反正现在手填的，他得现在填得跟着宝石海星嘛，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差，应该是没了。那再来一个80，小霞姨妈流投了，没事没事，我们再坚持一下，可以下一把了。体验鸟只用两张带小霞，其他带道具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啊，这个是目前版本最强的组合啊，就像现在我们这个观众表现出来的。哦，就是如果你刚好小霞第一回合就有了，然后呢他又人品爆发哦，那如果说像现在这样子的话呢，那你可能就比较难玩一点点，可是像刚刚那种的基本上就游戏就很难玩了。不明白机制为什么先攻没能量，因为呢就是你先手他是不想让先手太强吧，应该这样子讲的。先手你如果能充能量的，那很多人就可以直接先打啦。而且先手的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比别人优先进化，如果说大家都是要进化的，你先手你就可以比他优先进化，那你优先进化你就可以优先打他。所以呢这个先手的优势就是在这个进化上面。我这个少一颗能量，我希望来得及。我想一下，我换了，可是现在他的能量泛滥，应该也不需要换啊，是吧？如果要换另一只的，我更加打不死，他一定是换那个青蛙。如果我打他，
我还是要等下一回合才可以，对吧？我还是要等下一回合，所以我现在这一发打谁应该都没有差，好，应该没差。因为如果我打我换刚刚如果我换的话，一定是选那个忍者嘛，忍蛙嘛，你选那个忍蛙，我也打不死，认死。这个你们可以讲一下，看我这个选择有没有错，就是要互相学习啊！完蛋了，太恶心了吧！太恶心了吧！等一下，好像有希望欸，他应该没办法打死我吧，对吧？他应该没办法打死我啊。他现在因为他已经用掉那只了，他就不能用板木嘛。难道他手上那一张是板木？他80加10就90把我带走，难道手上是板木？一个回合不能用两张训练加卡哦。我猜啊。他再给机会。是吗？他手上是板木吗？他原本是打算要90带走我这只吗？还是他是给我机会？水星为什么强啊？强度在哪里？两颗能量打90啊！你想一下，两颗能量打90的强不强？你看这个极冻鸟 EX 呢，三颗能量才打80，但是后面可以打10。他两颗能量就打90了，你们要以能量来去计算这个伤害，因为每一个回合呢，我们只能手冲一个能量而已啊。你们懂吗？你们就是要去以能量来去计算这个伤害，而不是说单靠这个宝可梦的哦，它是伤害比较高还是说是什么的，就是你们还是要去判断。正常来讲呢，一颗能量30伤害就算是及格啊，一颗能量30伤害就及格。40就算强了，就好像大葱一样，为什么大家觉得他很强？就是因为40伤害嘛。好，这个一样的剧本，然后我们手填给他，然后撤退。然后你填给他，虽然先填也是可以的齁。然后呢，这里的先打他，就直接打了。有莎娜躲在，每回合我们都可以打150。这位观众，等一下你如果打完了，你要不要说刚刚是不是操作失误啊？是不是那个板木啊？还是你觉得打不死我？我不知道齁，这个我们可以探讨看看。九尾也是啊，两颗能量90，怎么没人玩？九尾的血量90而已啊，海星的血量130啊。你们，LS 的你们要去注册纽西兰的 Apple ID 啊，你们注册新的苹果账号，然后呢去就是换纽西兰域的就可以了。你看吧，这个宝石海星它130，两颗能量90，然后那个九尾的90跟90血量。好，游戏规则就不清楚了。如果跟 C 关节一回合只能用一张训练家，对，他只能用一张训练家而已。对的，我不知道这个可能是失误吗？不知道，还是他忘记只能用一张训练家。No, n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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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看，有个影片不